这是可以看的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。一说到 B 型房车呢，就会想到原厂车身的安全性高，但是内部的空间小，这也是大家公认的。那怎么样在有限的小空间内实现最大化的利用呢？设计就极为重要了。今天我们走进生产车间，一起去看一下以 T8 的舒野二号为例，给大家分享一下飞翔的上装工艺。哇，这是可以看的吗？为了让各位车友们更加直白的去了解我们的设计理念，从以下几点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剖析。第一，在前期呢要合理的去规划布局，利用有限的空间呢划分出车内的各个功能区，确保各个区域之间的动线流畅，避免空间造成浪费。这就要求设计师呀对车内的空间进行严格的把控，多次测量去得到精准的数据，确保空间的极致利用。第二，运用向上发展的理念，充分的利用房车内的垂直空间，采用了大量的储物吊柜，例如说会客厅上方以及厨房上方以及固定床铺上方，您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，不仅增加了车内的储物空间，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，而且还实现了功能的分区，不用再频繁的弯腰或者下蹲，同时呢也提高了空间的层次感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但是大家经常忽略的问题呢，就是上装的家具与壳体之间的连接，如果说缝隙过大的话，长期使用就会造成家具的松动，那么后期在使用的时候呢不安全，而且产生异响。此外，如果说这里有一公分的差距，那里也有一公分的差距，那么整体的差距呢就出来了，有效使用的空间就会小很多。但如果说我们依靠紧凑而又稳固的上装，再结合电脑精准的去测量，一点点抠出来省出来，就可以得到空间的最大化利用。飞翔内部的上装呢都是通过模具去开模制作的，后期进行量化的生产，确保相同的模块在不同的产品中具有一致的性能和质量。上装的过程中呢产生的误差更小，吻合度更高，上装更加的稳固，同时便于后期的升级与维护。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，让您更好的了解 B 型房车及其相关的特点，享受房车生活的独特魅力。如果说您还有其他关于房车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